是没有名字的，所以它不算是一本书，它算是体验折起来的照片。好，它是一张一张打开看，好，可以。这种黑哦，好黑哦。这个有点不清楚哎，这做起来可以看到是什么东西吗？它是一张的，整张拿起来的，大的、小的，好黑哦，很黑。然后其实看很模糊，相机整张我觉得很棒。一张画嘛，你可以把你喜欢的成员直接贴到墙上。虽然照片少一点，可是效果我觉得很棒。